快拿出你的身份证看看，如果有一或二字号，就能享受这家饭店推出的超狂优惠。身份证字号有这两码的话，只花111元就能爽住五星级饭店，还有水族馆租车优惠，就连让人垂涎三尺的海鲜 buffet 也能每人711元吃到饱。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澎湖唯一一间五星级国际品牌饭店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双十一狂欢季活动。11月8日至11月14日限时7天。只要身份证字号有一或二的客人，就能双人入住豪华双床客房。两天一夜每人只要111元。图片来源，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除了两人成行每人111元的限时优惠，双十一狂欢季活动还包括假日不加价、机场酒店接驳、自助早餐买一送一等好康。好，另外饭店还推出澎湖旅游必掰组合包，原价1840元的澎湖旅游组合，现在 4.8 折只要888元。组合包中包括两张澎湖水族馆与澎湖生活博物馆门票，还有澎湖最大渔获集散地第三渔港行程小客车租车500元折价优惠等等，还能得到饭店2020年纪念币，真是超划算。图片来源，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馆内 buffet 一客乐海港百汇自助餐厅也趁双十一推出优惠活动，11月9日至11月11日限时3天，原价968元的吃到饱晚餐每人只要711元，加 10% 就能吃到澎湃的澎湖虾蟹、现切炉烤牛排、现点现做的日式寿司料理、现场烹调的牛肉汤等等等等，让人口水都要流下来，更不要说特色甜点饮料，还有全台唯一的月桂冠清酒畅饮，多款啤酒喝到饱，酒豪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图片来源，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身份证字号有一或二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享受一番。双十一狂欢季活动优惠力度非常大，千万不要错过了。延伸阅读，来源网络资料。